为了减轻人民生活负担，尤其是 B40 群体，联邦直辖区部推出了 Migrosa Vilayat 人民促销计划。从明天开始，人民可以透过这项计划，以比顶价更低的价格购入日常所需食材，包括鸡肉和鸡蛋。直辖区部长纳杜斯里沙希旦今天发文告指出，Migrosa Vilayat 计划耗资348万令吉，在人民组屋和公屋区的指定店铺进行这项计划，为期6个月。首炮活动将从下午4点到6点开始，在吉隆坡的斯里柔佛组屋进行。每购买一只鸡，将可以获得3令吉补贴；购买10个 B 级鸡蛋，也有50仙折扣。这样一来，每一户家庭将能节省14%左右的开销。这项计划由吉隆坡市政局、纳米机构及联邦直辖区基金联办，将涵盖各种必需品，包括鸡、鱼、菜及干粮，并以低于政府制定的顶价出售给消费者，前提是消费者必须是我国公民。预计有超过16万名 B40 群体从中受惠。